现在是8月30号的凌晨0点，也就是老赵的生日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生日快乐，给他送礼物什么的。今年我想逗他一下，假装我忘记了这件事情。先试探一波。在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，宝？现在几点钟啊？现在12:46。你洗澡了？啊，对啊。你洗完就睡了？嗯。没别的事儿吧？没有。几点钟啊？2点半。今几号啊？8月30号。啊？那今天不是你生日啊？嗯。我是8月1号呢，我礼物还没准备。啊，没事儿。没事吧？我是个渣女。不是吧，宝宝，你最好了吧？哦，太不称职了。你又不是故意的，看你吃挺香的。我饿了呀！啊、哦，我不能吃，让我吐了。啊啊，能吃吧？啊、哦、啊，不不不，逗你玩的吧？你不会不高兴？不会，多大点事儿？钱包好像落在那桌上没拿，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你快去看一下，你是不是没拿？宝贝，花啊！嗯，好看吗？不是，这花不应该是男生送给女生才送花。我送你怎么就不可以呢？这还分男女？你宠我，我也要宠宠你的嘛。我从来没人送过花。你失落吗？那我不失落，我就没失落过。好，蛋糕呢？妈！谢谢宝贝。哎呀，以为我忘。好难过哦。咱们现在吃还是饭后吃？晚上吃。你不是说晚上吃外卖吗？我已经订了那家餐厅，我俩都很喜欢的，海胆的。哎，奢侈一把。太破费了，去什么餐厅啊？